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 Face FEZ， 然后上次已经玩到100%了，然后游戏时间经过了5个小时。我们今天要去回去那个，怎么讲？就是村庄，那四个村庄其中一个村庄，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在从这边连过去，这个地方，这个。那我们怎么回去比较快？我想想啊，这有一个传送点，上面那个传送点我不知道是不是通到中间的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怎么上去啊？这个，哎、okay 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破关呢，因为之前没有玩过，所以哦。所以不知道100%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要转了。嘿，啊，可恶！给跳。好，这里是传送到哪里啊？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不知道有没有最终的 BOSS， 不过这个游戏应该没有 BOSS 吧，顶多是最终的关卡，最难的关卡。我不知道来这里耶，怎么回去啊？再传别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这个吗？这个也不是吧。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像那个 VVVV 有成就的地方，成就显示的地方。这是哪里？看一下。哦，也不是这里。我们慢慢回去好了。我们从这边走，然后回去，回到这里，好远哦。这里有传送门吗？我不管，我还在传其他的看。这个确定不是，这个是传送到下面这里，这里传送到这里，所以很远。那这个传传看好了，好像三个都去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那我们用走的好了，我们看哪边比较近，这里好像比较近，跟刚那几个比起来。有吗？有吗？好，管他了，随便走。我记得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门，可以直接通回去。我们来找一下。下去，应该都是走最下面的门。因为最下面的门通常都是连到上一个地方，对。这里是哪里？对，没错没错，就这里。然后下去之后，下去，然后在这里。这里是从哪里？对啊，就是这种门啊。这种门看一下 ，yes， 回来了，太快了，太棒了，运气好好。我们是要去，不是这里，这里是没有人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吗？不是这里，这里是一个蜡烛人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是最原始的村庄，不是这里，这里吗？对，就这里。好，我们去解开。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的门，上去吧，从那边。
跳跳，我记得他们还是讲外星语，没错。背面吗？哪里啊？不是这里，再转一圈，这里，这里，就是这里。来吧，芝麻开门，耶！我上面那是什么？一片东西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旁边都没有其他的门，这是通往未来的。未来立体世界的一个传送门嘛，不过我们应该是说让所有世界都变成真正的 3D， 现在还是不是真正 3D， 还是四个面，来吧，是正常运作的星际，它传得有点快，眼睛有点不舒服，等一下我没看完字哎，是什么月球吗？月球吗？太神奇了，是正常运作的星际传送门耶。哦，就这样。好，进去吧。这个是最终的关卡吗？神秘的金字塔。真的很像金字塔耶。我觉得这个就是金字塔，只是下面多了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晕哦！快点啊！那个是章鱼吗？后面的背景转得好快，头好晕哦！快点啦！葛麦斯超小一只的，不会是这样玩吧？太远了啦！快快快！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应该是要到最上面吧？可以动了，好小哦！等一下，而且转圈，哦，这里真的是月球，因为转的速度好慢哦。怎么上去？因为是在月球，所以可以跳，就是因为无重力的关系，所以跳可以比较高。来吧，跳！好酷哦！跳上去吗？跳！可以耶！夸张哦，这个。先跳到旁边这里。要转圈吗？我转看别的角度。好像都差不多吧。其实没有什么难。这一关纯粹是，就是欣赏的关卡，欣赏地图的关卡。这是在这里，在另外一边吗？好像是哦。不是啊。无重力为什么还是会摔死啊？先跳到这边。耶！上面那是猫头鹰吗？为什么月球会有猫头鹰啊？月球不是有那个嫦娥跟什么？兔子吗？上面那个是最大的立方体，我们去吃一下吧。好大、哦，吃！一个白色的门，把我传送到不知道到哪里。颜色好奇怪哦，好奇怪啊、哦！就有点像那个《钢之炼金术师》的感觉，我被传送到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还有一半没有填满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都不能控制哎，按都没有反应。又来了，又要重开游戏了，又要宕机了。我就知道，跟第一集一样，第一集也是这样。然后进去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吗？Chapter。全部人、全部、全世界的村民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的，是吗？一样回来了，然后嘞，好弹哦，跟刚刚有不一样吗？跟原本有不一样吗？没有啊，好，出去吧。我又回来了，要跟其他人讲话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画面在扭曲哎，画面在扭曲哎，哦，像素变好低哦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马赛克好严重哦，什么意思？不是电脑坏掉，是游戏原本就这样。我要回房间，回不去了。很像就是近视的人没有戴眼镜的感觉。越来越粗了。这个是葛麦斯的帽子吗？红色的。要上字幕了吗？好酷哦！好酷哦！我们要崇拜。世界的神，立方体。后面这什么东西啊？眼花缭乱。我是看久了，这种眼睛会很晕呢、欸。万花筒。这个就是 X、Y、Z 轴啊，三个轴向的颜色，这常常在做 3D 都会看到。这什么基因吗？我现在完全是不用控制，就专心的欣赏这个画面。这是行星吗？好多杂点。不同的几何图形，又来了，变成好酷哦！波浪形的类似数据的东西吗？感觉有点像那个什么骇客任务的感觉。远方有一道白色的东西，立方体，又是立方体。不知道为什么看这些东西，感觉就是自己变得很渺小的感觉。回来了，他打鼓吗？他刚还甩鼓棒，
破关了吗？这是破关的意思吗？耶、yeah! ！飞起来了！哎、欸，啊？怎么跳到游戏开始的画面啊？哦哦，要上字幕了，对不对？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好快哦！哎、欸，我刚按了一下，它就又重新了。游戏结束的很突然哎、欸，没有一个就是，有两个开始新游戏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开始新游戏，有一个家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了。而且继续游戏也按不下去，代表说我之前的记录不见了吗？还是说我们有开启一个新的游戏模式？嗯，哎、欸，左边的那个数据是我玩到的进度哎。哎、欸，我不能转了、欸，我不能转方向了。嗯，有不一样吗？就跟重新游戏开始游戏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我稍微逛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不就跟原本都一样吗？哎、欸，这个门。之前没有开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啦，之前有开过啦。之前是好像进去某一个房子没有钥匙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稍微逛一下这张地图，看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不能转的世界变得好单调。我刚一直按转，然后都转不了。嗨，你好。你去找完村长，如果都真的都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好突然的结束哦。不过这个游戏应该还有很多成就可以去解，因为其实有些门我都还没有打开，就是跟其实很多游戏一样，就是会有隐藏的一些东西。这跟一开始都一样哦，这个我都看过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！快快快！等一下，照理来说应该可以看到那个什么，看哎、欸，哦对对对，这个我已经看过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看过吗？我感觉有点不太一样。上面有三个神像，之前没有注意到。可以转了，然后就可以转圈了。啊，拜拜拜！我想看一下那个地图是不是，跟之前一样有探索过的就会显示出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次下来的是一个墨镜呢、欸，他之前下来是一个红色的帽子，好白痴啊！所以每破一次关就会有一个新的道具是吗？什么？哎、欸，眼镜不见了，哈？什么意思？按右边的 Auto 进入第一人称视角 Auto。哈？等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然后嘞，第一人称可以干嘛？好酷啊！还有这种哦。
下，好有趣哦。然后嘞，第一人称不能玩啊，只是可以让你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，是吗？我刚以为按这个之后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等一下，可以耶，那可以走吗？怎么走？是要按着滑鼠左键才能看不同的角度，好酷哦！累了一下，好，那我们，哦，要重开游戏对不对？我记得。那我们用这个第一人称视角去看一下其他的地图，稍微看一下。应该算是破关了啦，快快快！那它显示的游戏进度会显示多少啊？直接进去游戏，没有显示我玩了几趴，我看一下，这里。储存设定，对，没错，还是一样是100%的，好，那就代表会延续我之前的记录。我按一下 Auto 看看，真的可以耶，好酷哦，太酷了吧，这个要真的做出来 3D 的模型才有办法这样子耶，我之前以为它都是用就是。怎么讲？类 3D 的方式制作，好酷哦！这个好酷哦！这样完全像另外一款游戏耶。那我们进去房子会长怎样？看一下。也可以耶！格麦斯的房子，我遇到市场了，好酷哦！这是他的骨。但看起来骨变好大了，我们近一点，移近一点，这样，好有趣哦。可惜就是不能用这个方式就是玩游戏。那如果我再破一次关的话，会有什么效果？可以走吗？好，那我看下地图。没错，那就跟之前一样了。那如果我这集就我 face 就差不多实况到这边，这个系列。那之后有时间的话，我就去开启，就是去一些像这种暗的立方体，看一下可不可以进去，然后看可不可以解开其他一些隐藏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实况到这里。好酷哦，我们去看村长一下好了，看完再结束。村长在楼上。其实这个村长我很不熟悉，因为只待一集而已。我来了，村长，出去。村长嘞？啊，村长在下面是不是？对，他在下面。想起来了，这个吗？啊，不是，村长之后跟我讲完话，他就会消失。这个不是村长。这个应该是家里面的村里面的老人，那我跟他讲，看一下他 3D 看起来像怎样好了。角色他是用那个 Billboard 的方式制作 ，Billboard 就是一个 3D 的技术，我只要视角移动到哪边，他就会。就像一个面一样朝着我旋转这样子，像其实下面那两个小孩也是一样，用 Billboard 的方式制作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这集就实况到这边。那我这一集缩图就随便就用这样子缩图好了。好，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。
拜拜。